我们握一下手，期盼我们一起携手来关怀需要关怀的朋友，反毒关怀列车的启动。伤势的部分愈合的没有当初在急诊的时候预期的来得好，因为当初可能医生跟我说四五天应该就可以拆线了，但是我大概是一个礼拜之后才去别的医院要拆线，那但是当时的急诊医生是说这个伤口没有愈合好，可能要再一个礼拜。会花多少钱？花到10,000,000？律师费没那么贵啦。对，好多官司。可能一两百万要了，一两百万要了。家总还是只有这一场？可能是只有这一场。他有跟你联络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不要吧，就这样就好，你们看到吗？这样就好了吧。应该看得出来我没怎么洗头了。对对对，那就秃掉了。哎，再说了。好，大家有拍到想要套画面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Bye.